电视剧《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》的热播，也让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在剧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日前，该剧的几位主创人员陶慧、侯金建等就走进了社区，与观众进行了一场分享交流会，和大家一起游戏互动，分享戏里戏外的有趣故事。陶慧和侯金建这对剧中的打闹夫妻也在现场亮出了自己的绝活，又是唱歌又是说相声，逗乐观众。我呢，今天就代表我们这北上广侯金建在祝大家这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学业有成，四小天鹅。是啊，说这北京啊，还有一个人也想说两句，说这谁呀？相声大师刘宝瑞刘老师也说说这个大家今天给大家给我们祝贺了，我们心里是特别的高兴。又和悬疑乐北京报道。电视剧《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》的热播，也让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在剧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日前，该剧的几位主创人员陶慧、侯金建等就走进了社区，与观众进行了一场分享交流会，和大家一起游戏互动，分享戏里戏外的有趣故事。陶慧和侯金建这对剧中的打闹夫妻也在现场亮出了自己的绝活，又是唱歌又是说相声，逗乐观众。我呢，今天就代表我们这北上广侯金建在祝大家这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学业有成，四小天鹅。是啊，说这北京啊，还有一个人也想说两句，说这谁呀？相声大师刘宝瑞刘老师也说说这个大家今天给大家给我们祝贺了，我们心里是特别的高兴。又和悬疑乐北京报道。